MLB 日籍球星大谷翔平抛出震撼弹。大谷翔平在 IG 上宣布自己已经结婚，对象是一名日本女性。大谷在 po 文里表示感谢大家的加油，并表示加入道奇队后想要开始新生活，未来希望能与日本老婆两个人加上爱犬一起努力，并希望媒体给两边的亲人一点空间。結婚とか子供、なんて言うでしょうね、まあ平穏に暮らしたいなというか。大谷在去年底曾在受访中谈到老婆与小孩的话题，但是他的官方答案总是没有女朋友，就连狗仔也从来没有成功拍到他的绯闻照片。如今消息一出，大家都在猜谁是大谷翔平的正牌老婆。やっぱ昔から一緒に付き合ってた人とか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まだ分かってないんですよね。もう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誰でもいいと思います。过去曾与大谷传出绯闻的，包含日本女主播还有女模，不过最后都证明只是传闻。もう本当にすっごいびっくりした。今本当に見た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全く誰と付き合ってるとかも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すごいびっくりした。もう誰なのかが気になる。一般人なのか芸能人とかちょっと有名人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が。根据大谷在高中时绘制的人生蓝图，他希望26岁时结婚，28岁生子，31岁生女，33岁次子出生。现在29岁的大谷，若要达成当时的目标，需要赶一点进度。同样出身岩手县的众议员小泽一郎，第一时间说家乡住民都很开心。MLB 官网记者说，在如此繁忙的时刻，这是个好消息，祝贺这位超级巨星结婚。大谷春训首亮相就打出2分炮，现在又闪电发表婚讯，为全球体坛投下一个震撼弹。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